亲爱的朋友，首先掌声送给最棒的七彩风铃大乐队。大家好，我是快乐大巴的乘务员小鹿姐姐。今天来到快乐大巴呢，我们的大巴车还搭乘了三位非常可爱的小乘客，那就让他们做个自我介绍吧。来，宝贝儿，公子航，你要去哪儿？跨出三步，独特的自我介绍方式。看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千古最帅气人物，还看这边，我就是公子航。哎呦，这节奏第一次知道，看长城内外，再看大江南北，就是我最帅。你这话说的有点满，带回声的。介绍一下自己，宝贝儿。来吧，可儿。大家好，我叫陈可儿，今年6岁半了，我很高兴来到快乐大巴的舞台上。我喜欢唱歌、跳舞、画画、表演，希望你们能喜欢我、支持我，谢谢大家。哎呀，多可爱呀！来吧，你先。你非得挡住人家呀？我的名字叫刘子轩，今年刚好7岁半，来自济南花园小学。别看我长条小辫子，我可是真正的男子汉，希望大家喜欢我，支持我，我是3号刘子轩。你是受了1号的影响了吧？没有想到啊，公子航。今天呢，三个小家伙已经准备好了啊，而且呢，听说每个人带来了自己的愿望，是吧？每个人的愿望是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来，子航，我有一个大大的梦想，就是成为宇航员。正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家里摆放着很多的航天模型，还有遥控飞机。我多么想穿上宇航服啊！那你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呀？给我准备一套宇航员的服装就行了。宇航服，可儿，你在琢磨什么？可儿的小愿望是什么？我的梦想是有一个白雪公主的礼服。哎，来，子轩。我的梦想是能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所以现在爸爸妈妈带我到处去求学，我觉得爸爸妈妈很辛苦，所以我要带爸爸妈妈去台湾旅游。哎呦，好了，转到台湾去了。现在呢，已经了解了三个小朋友的梦想。马上呢，我们快乐大巴要开始今天第一站了。快乐大巴，五爸爸爸来吧。来自上海的阳光男孩龚子航，今年8岁了。别看他人儿小，可是志气却不小，不但能歌善舞，而且有着特别美好的梦想，希望长大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宇航员，遨游太空。今天在快乐大巴的舞台上，他又有着怎样的心愿呢？马上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吧。来到我们舞台上带了什么节目来？我带了一首歌，还有一段舞蹈。一个一个来，歌叫什么名字？月亮出来了。落日从山顶正慢慢坠下，晚风沉醉吹，点亮月圆的家。夜的眼睛睛在等待谁吗？光明镜唱着月亮出来吧。
票啊。唱的歌都和宇宙有关系，讲的月亮的事儿啊。月亮出来吧。哎，那么想当宇航员呢？这样啊，是啊，我们见过杨利伟叔叔。杨利伟叔叔说呢，想当一个真正的宇航员，身体必须足够的好，对，而且得有很多这个特定的考试得通过啊。我们现在现场就考一下你，看好了，跟我学这动作啊，把右手举起来，左手从右手底下穿过去，拿出右耳朵，然后用这个手指自己的左脚尖，还得转圈，转十圈，然后过来跟我击掌啊，预备，开始，一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过来，找我来，找我来，可以，都有点弃权的那个架势了。这个相当可以了，对，平衡系统不错啊。大家不要以为这事儿特别简单啊，因为这小子确实，我看有点这个能力。对，随便换一个人上来就不一定能有这结果。咱们这样，咱们找一位小朋友好不好？嗯，找一个稍微高一点的小朋友啊。嗯，那小伙子吧，来来来，来你来你来，十块来，伸右手，拉着右耳朵，手指着自己脚尖啊，来转十圈，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来找我了，来来来，机长，人孩子等着机长呢。来，自己回去吧，辛苦了啊。谢谢，慢点，谢谢，慢点，谢谢，有台阶啊。谢谢，还准备什么才艺？快点告诉我们。跳舞。跳什么舞？中国舞还有街舞。刚才转那么多圈，现在会影响自己发挥吗？没问题是吧？特快，神速恢复。这个舞蹈有名字吗？自由，自由是吧？街舞也会，中国舞、现代舞、那大家一会儿就稍安勿躁，别啊什么？我还会非洲舞。非洲舞什么样？你给我们来一下。对，走。机灵可爱的陈可儿，正如他的名字一般惹人喜爱。今年六岁半，不仅能歌善舞，而且还经常参加影视剧的表演。他可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小演员，这不，现场带来了一连串脑筋急转弯的问题。如果你有信心，就来挑战一下吧。你好。红伟哥哥好，小鹿姐姐好，可儿好。这小姑娘是真漂亮。谢谢。我看见她，眼睛都不舍得从她的身上移开。你考考黄伟哥哥，看他脑筋快不快。我们晚上停电的时候先摸什么？就是晚上停电的时候会先摸什么？先摸开关啊。不对。摸手电筒。不对。好了，可儿，现在公布答案了，你说吧。摸黑。
停电了，摸黑。再考一个，再考一个，再考一个。好，马在什么地方不用腿也能走路？你问他吧，你问小鹿姐姐，你小鹿姐姐。就是马在悬在木马上面，不用腿也能走路，因为中间有一个轴，那个轴一转呢，悬在木马上的马就转了。虽然是，但是不是。马，对吧？中国象棋。马，不用腿吧？那国际象棋，马不用腿也可以走啊。我怎么就没想到？所以就是在棋盘上就不用腿。还有吗？还有。考观众一个。稍等一下啊，就那个爸爸吧，来出题吧。什么书从来不拿出来丹麦？什么书从来不拿出来丹麦？评书。不对。说明书。啊。对呀，你买一个微波炉，他会把里面的说明书拿出来丹麦给你吗？肯定是把微波炉买回家，打开微波炉里面的箱子才能看到。这样这样这样，我们这叔叔人特别好，一看特别时尚，不能不给面子。我重新问一遍，然后您回答问题好吗？啊，来，预备开始提问。说明书还没问呢。抢答。预备开始提问。什么书从来都丹麦？说明书。不对。我问这是什么书从来都丹麦？哎呀！谢谢谢谢。那个，给我们唱首好听的歌吧，行吗？行。什么歌？给我感觉改编版。还准备了一个受邀请的节目啊，叫什么来着？哒哒哒，来哒哒哒，来掌声欢迎带来节目。来自济南的刘子轩，有着一副无可挑剔的好嗓子。他热爱歌唱，为了学习声乐，他总是要走上好远的路去求学。生活中的他内向腼腆，不善言辞，舞台上的他却总是能迸发出惊人的力量。让我们静静地倾听他的歌声吧。其
实别看我们那个子萱只有七岁半，她得过两次全国歌唱比赛的金奖，那省里市里的金奖就多了去了。全国什么全国什么比赛？说说子萱。嗯，就是全国的比赛得过两次金奖，一次特等奖。看，是特等奖高还是金奖比较高？特等奖高。你知道吗，我们呢家住济南的，那我们平时要上这个声乐课呢是要到青岛的，济南到青岛是要400多公里，对不对？对。那在一年的时间里，你说一说你每周日如果想去这个青岛上课，你都是几点起床上火车？我凌晨1点从家里出门，凌晨2点半的火车，早上7点到青岛，8点半上课。上哪个老师的课？上宋老师的课。嗯，然后呢？然后下午再坐公交车再到沈老师家去上课。上完沈老师家的课，几点坐火车回到济南？5点坐火车。啊，就是下午的5点。哦。等于是凌晨1点出门，然后呢到晚上5点才能再坐上火车。我不太懂啊，就是半夜起床，然后就一直折腾来折腾去，这歌还能唱好吗？你听听就知道了。这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老人，他守护着那片茂密的森林，小木屋是他唯一的亲人，但是有一天老人走了，留下了那座孤独的小木屋。林中Thank you.
而且这歌整体表现得那么完整，前面朗诵，后面这么深情，这么的一首大歌，声情并茂，真的是得过全国比赛一等奖和特等奖。关键我真心特别心疼他妈妈，能不能比如跟俩老师商量商量哈，别这凌晨一点出门，然后当天晚上11点回来，这太折磨人了，让两个老师到济南来生活好不好？回去跟老师商量一下啊。今天仨小朋友都演得挺好的啊，马上要投票了。朋友们，我们要进入第一轮投票了啊，每一票都很重要，您觉得谁表现更好，就把您宝贵的一票投给他。拉拉票，3号，统计出来了啊！来这边看一看大屏幕。通过大屏幕来了解一下第一轮的投票结果。走。有齐头并进，好，出来了。1号31票，2号32票，3号34票。有领先，暂时领先。马上我们要进入到下面一个环节，我们会看到更多精彩的节目。快乐大巴继续前进，快乐大巴，无爸爸吧，秀吧。帮帮团已经上场了。第一位小朋友帮帮团呢特别逗，要演一个叫棒球舞，就没看过。对，这个节目的名字，知道篮球前面有那个啦啦队，不知道就是棒球比赛是不是也有啦啦队。加油加油加油，那个哈，英文名叫 All for One， 怎么翻译呢？大概就是说大家都为了一件事努力，万众一心。哎，来，掌声欢迎棒球舞 All for One。帮帮团已经表演完毕了啊！掌声欢送一下，棒球舞 for one 啊！下面要上场的帮帮团呢是2号的帮帮团，听说就不是小朋友了，对，请来一个神仙爷爷是吧？这位爷爷呢可不是一般人，特别特别的厉害。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2号表演的小品吧，好不好？好，掌声欢迎。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哎，走啊走，游啊游，几多家长在发愁，为了娃娃把心揪啊。得，我办个学堂把徒收，把徒收。嘿，济公学堂报名啦！胡佛，俺是来保命的。哎，我是第一个。别急别急，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我先来，不好意思啊 ，sorry 啊。来娃娃，来来来来来。啊，我们听说你在这个地方招神童啊，我们特地来报名啊。啊，他有什么本事啊？快快快说。孙悟空一个跟头10万8000里，我动动手指就10万。
8000里。哇，那么神呐、啊！哎呦，我们这个娃娃呀，啊，3岁会打字，4岁会上网，5岁能网购，6岁就能开网站了。啊，行行行，霍霍、哎，你看、啊、他这么聪明，肯定能拿下一个国际著名的萝卜奖。到了吗，娃？不是萝卜奖，是诺贝尔奖。行了行了，这孩子，我收下了。哎呀呀，快进来！霍霍，该么了吧？啊，怎么病了、啊？不是，他吃饱了，吃饱了就睡。俺这个孩子，我呀带着他吃遍了舌尖上的中国。呵，那么个吃法、啊！你看俺这小脸红扑扑、圆鼓鼓的，多好啊！你就收下吧。他要学神通。对呀、啊，我的理想是把大海变成火锅。不、哦。这样我就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啊，每天换着花样吃，永远吃不完。吃饱了呢？吃饱了我就睡大觉。你看俺二子的理想多远大，多接地气儿。哎，这正是我要收的徒弟呀、啊。耶、yeah, ，收了。谢谢谢谢，又睡着了。哎呀，快快快！这来，你看看我女儿，我为了培养我这女儿啊，真的是没少下功夫。哦，宝贝儿，你跟爷爷说，你都会些什么呀？世上只有我妈好，嗯、就怕女儿学的少。初、一学唱歌，初、二学舞蹈，初三学主持，初四学电脑，周五周六起得早，读书外语不可少。那什么时候玩啊？星期天。啊、哦，终于可以玩了！哎，你怎么玩呢？妈妈让我一个人在屋子里玩签名。这孩子也是我要收的徒弟啊！哎呦，谢谢您，大师，谢谢您。好好好，现在啊，我们上课了。上课了啊！快，这是我们的第一课。你看这是什么？黄瓜。哦，妈的把米吼。汤圆想吃不想吃啊？想。啊，那吃吧。哎，得拿着勺。哎，对对对对，好，拿着勺，拿一把勺。慢点，慢点，慢点。好了，我现在宣布规则啊。一只手必须握住勺把的顶端。好，现在啊，快汤圆吃吧。济公爷爷，您把我的胳膊变长点吧。哎呀，胳膊变长了，你就当不了明星了。那当什么？当星星。啊！济公爷爷、啊，您把我的脖子变长点吧。哎呀，脖子变长了，你不是成了长颈鹿了吗？啊！济公爷爷，您把手把变短点吧。啊，好好好，哎，这个把短。握勺啊！这菜怎么那么是哎呀，您快教谁？快教吧，快教吧。好了，现在我给你们上神通的第一课，叫心法，这也是做人的第一课啊。嗡嘛呢叭咪吽。哎，吃上了，吃上怎么样？吃上了没有？好吃不好吃？好吃。怎么吃上的？不用说，得让别人问。什么呀？想着自己怎么也吃不上，想着别人自己就吃上了。对呀，这叫什么心法啊？先人后己。对了，先人后己。哎，还别说这个爷爷啊、嗯、演我觉得模仿尤本昌老师模仿的特别像。不是模仿吧？模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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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吗？超级模仿秀吗？是吗？那大家说一说这个位是不是尤本昌老师啊？没错，这就是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尤本昌老师，他塑造的1985年版的《济公传》呢，让我们每个人呢都是耳熟能详的，特别熟悉，印象深刻。真的尤老师啊？对。尤老师，那个刚才看您教孩子了，我感觉特别有触动。其实呢，很多家长看完肯定心里也有想法。是这样哈，
我认识一朋友，我这个朋友吧，他孩子吧学唱歌，凌晨一点就出门，然后从济南去青岛，半夜十一点才回来，所以我们觉得孩子都特别不容易，大人也不容易。您能不能送给现在所有的这些孩子和大人几句话呀？孩子呀，我觉得首先应当给他们快乐的童年，别把孩子搞得太累，压力太大。我们教孩子就是要快乐，而且要展示自己，啊，表达自己，能够交流，能够互动。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孩子们一生，不管成什么人才，当什么工作，都能够有好处。我们觉得您说的就跟我们快乐大巴的宗旨是一样的呢。对呀、啊，我们节目就是快乐。对呀、啊，济公长老，您看您今天给我们上了第一课，新以后如果有可能的话，把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后面所有的课程慢慢给我们补上好吗？行，谢谢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尤老师，也送给三位可爱的孩子和我们另外三位演员，谢谢你们的精彩表演，谢谢。济公长老都来了，这后面的小朋友压力很大了，哇！但是我们刘子轩唱得好啊，他唱什么歌？他这次呢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呢，名字叫做《星星海》。今天表现也挺好，那您说今天这三组、啊、真是太难打分，棒球棒各个厉害，然后还有那个尤本昌老师、哎、对吧，对，小哥俩怎么办呀、是啊，今天的观众啊真的是他们打分肯定特别难，但是他们真的是看到了特别精彩的表演。那这样我们再一次掌声请出前面两组棒棒团进入今天的第二轮投票 好吗？来，欢迎前面棒棒团登场。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马上呢就要进入今天这一轮投票了，您觉得哪一组帮帮团表现更好，就投出您宝贵的一票。三二一，请选择，选几号？那么这一轮比赛呢，我们先不公布结果，我们要在秦牛抢玩具之后再告诉大家。不过真心真意的希望大家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我们的老艺术家尤本昌老师能够来到我们快乐大巴现场好吗？谢谢尤老师，谢谢您，谢谢。哎，以后常来啊，尤老师常来。那好了，我们快乐大巴这一轮就结束了，进入下一环节，快乐大巴五爸爸爸玩吧。亲爱的朋友们，来到今天第三环节，我们要骑牛抢玩具了。
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呢是六组骑士团的成员，他们都是非常关注快乐大巴节目，给我们写信、打电话、发邮件进行联系的热心观众。准备好你们的掌声、欢呼声，欢迎六组骑士团！欢迎他们。骑士团的爸爸妈妈和小牛仔们，那么亲爱的朋友们，六组骑士团已经见到了，那下面我们要看一看今天准备了怎样的玩具呢？有请天飞。哇礼物，这些礼物啊都是送给我们现场的骑士团的这些小朋友和电视机前跟我们连线的小朋友的，希望你们把这么多礼物全拿回家。一起来看大屏幕，号码滚动起来。停，辽宁138快乐大巴6673，我们拨通这个电话。辽宁的朋友啊。喂，你好，哪位？喂，你好。你好，我们是中央电视台快乐大巴节目。快乐大巴，嗯呐，别打错了吧。啊，你好，你好。您家有小朋友吗？您曾经跟我们联系过吗？联系过，有小朋友。啊，得嘞，来，能叫一下您家小朋友在旁边吗？现在？嗯，在旁边，你稍等一下啊。哎，好嘞，谢谢。喂，喂，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小名就行。我叫李宇镇。对一下我们的口号，快乐大巴。五八八八。特别好。选号吧，1到6，选一个号。我选2号。二号。哎，这位小朋友是混血的小朋友是吗？嗯。妈妈是哪里人？妈妈是中国的。爸爸呢？俄罗斯。哦，那就是中国和俄罗斯混血的一位小朋友。爸爸是？你不是爸爸对不对？你跟他什么亲戚？表哥。哎，表哥。您别着急啊，我马上要上牛了，是一个特别年轻的哥哥替你骑牛啊。来，我们准备开始抢玩具了，请您发令好吗？开始。开始。好。要哪个？好，拿走。继续。好。上哪儿去？你怎么往脑袋上骑呀？哥哥加油！12秒。宝贝加油！哇，变速自行车！放手。亲爱的朋友们啊，我们要把掌声送给这一对特别可爱的搭档，同时恭喜电话机那一端的这个特别可爱的小朋友啊！第一组胜利的完成了任务啊，我们再拨通第二通电话，看大屏幕，停。138快乐大巴9079北京的朋友电话打过去。这个时间应该是小朋友都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接电话呀。喂，你好，我们是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的快乐大巴节目。我是小鹿姐姐。哦，你好。我是小鹿姐姐。你是黄伟哥哥吧？好，那你们家宝贝跟您在一起吗？在一起呢。您说的。那能不能跟我们对一下口号？来。喂，喂，你好，快乐大巴。哦，哦，快乐大巴，快乐大巴，这下一句是乌巴巴巴巴。好嘞，这么多啊，乌巴巴巴巴巴。累死我了，从1到6选一个数字。我选六。六号。六号。好，有请六号骑士团。扎着俩小辫就上来了。宝贝，今年几岁了？4岁。
从事什么工作能问吗？我自由工作。啊？自由工作。自由工作啊，特别自由，自由飞翔那感觉。来，您上牛，我们看能坚持多长时间啊？来，电话那边的小朋友，你说个开始，他就开始好吗？好。发力。来吧，开始。太突然了，快跑！哎，小姑娘真可爱。哎呀，加油！跑得真快。拿手。加油！漂亮。回去清点玩具了啊！特别好的妈妈还有宝宝啊，玩具会尽快送去你家的，拿了很多，好吗？好，谢谢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挂线了，再见。请您继续支持我们的快乐大巴，再见。我们打通最后一通电话了。好，最后一个机会，看看会是谁呢？大屏幕滚动起来，停。陕西小伞舅，快乐大巴雾起就溜，接通电话。喂，哪位？喂，您好。您好，我们是中央电视台的。中央电视台？对，我们是快乐大巴节目。呀，太好了！您好。没想到我之前给你们写过信的。您还在想是不是真的，是吗？啊，就是的。让黄伟哥哥跟您说两句。那个，您家宝贝儿在旁边吗？啊，在呢。哎，我们能跟他通一下电话，对一下口号吗？哎，行行，好好好。哎呀，太好了，稍微等一下啊。哎，好嘞。来，快乐大巴的，再见。喂，你好。宝贝儿，跟我们对一下口号啊！快乐大巴。玩五八八八。哎呀，这个太顺畅了，明白了。从一到六选一个数字，但是二号和六号已经选过了。一号。一号。好。也是位小伙子啊！您好，您是孩子的亲爸爸。亲爸爸，不是什么意思呀？以后那个介绍的时候一定要加这个字。来，爸爸准备上牛吧！加油，多骑一会儿啊！三、二、一，开始！好！哇！快！翻山越岭。爸爸快不快？快，特别快。就从牛身上怎么了？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到现在为止呢，我们这一轮抢玩具已经结束了，马上要进入到今天最后一个环节了。快乐大巴，五八八八，乐！
来，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呢，三位小朋友再次站在我们舞台中央啊，我们要再一次回顾一下三个人的愿望是什么。对，来，小公，我敢问一下。你就说吧，你有什么梦想来着？想快乐大巴帮你实现的。我想拿三条连衣裙。什么？我想拿三条连衣裙送给我帮我跳舞的三个人。啊、哦，他说呢，这个时候他梦想的愿望呢发生了点变化，他觉得在刚才那环节当中，三个小姑娘帮助了他，所以他说他的愿望就是拿三条连衣裙送给刚才帮帮团的三个小姑娘。两条有点少，我们一人送两条，好不好啊？嗯，好吗？如果你赢了的话，好吗？子航是希望送刚才三个小姑娘连衣裙啊。三个小姑娘漂亮连衣裙、啊。来吧，可儿。我的愿望是有一条白雪公主的礼服。嗯，礼服。白雪公主的礼服。我想带着爸爸妈妈去台湾旅游。带爸爸妈妈去台湾旅游，因为妈妈陪着上课这么辛苦，好。下面我们要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第二轮的票选结果。好。来，走。6号61票，2号70票，3号66票，也就是说，这2号程可儿。就怕可儿。主要我觉得，程可儿必须得感谢尤本昌尤老师，因为尤老师一来，帮帮团第二轮的票数非常的高。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感谢另外两位小朋友，今天表现也很好。对。我们请出杰飞，为小朋友们来颁发我们的参演证书，还有我们的奖牌。小朋友们能够通过各种方式和我们联系，带着你们的才艺，带着你们的亲朋好友走进快乐大巴。亲爱的朋友们，这就是这一期的快乐大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是我们。